他跟我再见那个神情，我就觉得，哇，你知道心里面有100个想要狂奔过去把他抱住，说我不想走。言承旭图恋爱史，想狂奔去抱他，网除了林志玲还有谁？海涛，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？雨天，雨天啊，我喜欢有你的每一天。言承旭在恋爱路中心动的信号第7季聊到异地恋经验。我自己曾经就在，比如说在一个异地，然后我就飞了很远去找他。结果我们分开的时候，他帮我叫车，然后我走到他帮我叫那车的路上，他就跟我说再见。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样子，他跟我再见那个神情，我就觉得，哇，你知道心里面有100个想要狂奔过去把他抱住，说我不想走。网友看了都大笑，除了林志玲还有谁？想当年言承旭林志玲分分合合十多年，2017年在大马被拍到世纪大复合，最后还是破局。2019年志玲姐姐添加阿提拉，你知道心里面有100个想要狂奔过去把他抱住，说我不想走。爱回到心爱的模样。